买一回就能吃六个月，一大袋真的好划算。你可不要看错了，这可不是面皮，是无盐的干豆皮，都是当地优质黄豆制作而成，所以豆香味更浓郁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先用温水泡发，再和喜欢的配菜翻炒一下就能吃了，还可以凉拌或者涮火锅，嚼劲十足，越吃越香。而且它还是植物蛋白，多吃几口也没有负担。如果你平时懒得出门买菜，家里可以多囤点它。家人们，就这个豆皮呀，发一斤的时候你不拍我能理解，发两斤的时候你不拍我还能理解，现在直接给大家发五斤，你再不拍我都替你着急。我们源头厂家直发，这个豆皮儿啊，采用优质的大豆纯手工制作而成，所以呢豆香味更浓郁。做法呢也很简单，直接呀用水泡开就可以了。咱们平时可以炒着吃，清炒或者配点菜呀都非常好吃，还可以凉拌或者涮火锅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你们平时懒得出门买菜呀，那就可以多囤一点，少吃鸡鸭，少吃糖，多把豆皮当干粮。很多人都不知道豆皮是天然的碱性食物，富含多种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微量元素，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多吃是非常好的。做法也非常简单，关键现在有活动，整整五斤，喜欢的家人们赶快尝尝吧。